本节目由 AR 白金赞助播出。 AR 白金一大核心三大关键力，底气全开，一步到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矿胜了，这个字面意义上的鸡飞狗跳的这个一家，来请看一下。西瓜妈妈给我发消息了，我去接她去了。你去接西瓜吗？西瓜要回来了。西瓜是你的弟弟是不是？你回来你要照顾他好不好？好，那我就把矿山洗饭做了。好的，嗯，关系，拜拜。拜拜。哇，他在那儿喝水。他主要平衡还特别好，他不掉进去。咱跟他说啊，你们俩说。秘密。秘密不信今天。为什么？因为西瓜要来，咪咪肯定会很害怕。那么大一只，西瓜比我都重。那么大一只，西瓜比我都重。但这个年纪不小了，他四五岁。西瓜，你要减肥了。你妈说你要减肥。好。到新家了，开不开心？以前来过你们家吗？没有。就是他跟这些宠物都没有接触过。挺热闹，是这样子的，现在鸡飞狗跳，看见没？你来保护西瓜好不好？来，橙子，西瓜，西瓜，你过来，西瓜，你过来，西瓜，橙子，西瓜，西瓜，西瓜才会。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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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的，呱呱。他就很好奇猫猫。嗯，小孩子嘴不怕勾栗子吗？他就是认识他了。哎呦，这炸毛了。呱呱呱呱，控制一下。来来，跟西瓜交个朋友，你呱呱呱呱，认识一下，这是橙橙，认识一下，这是橙橙。他好奇猫猫。哦，那个小的那只就是我们家最坏的。你看，你看，你看，开始了，开始了。那只就很胆小。还是年轻人有精力养这么多。真的真热闹。
因为西瓜今天是第一天来我们家，可能他会和我们家里的原住民可能会有冲突，会不习惯，但是我觉得会有自己的办法去考虑他们。大赞过来，我教训一下你了，来认识一下，认识一下，还好还好还好，都是好朋友，都是好朋友，来来来认识一下，都是好朋友。硬贴吗？就是心里很不满，但是贴了一下。哈哈哈哈哈你怎么挑起这样的？你怎么打架呀？你是不是不乖？来吧，来吧，来吧，怎么不说话了呀？放松。你们那挑起这样的，我要走了，我哈。你就教训他好不好？要是谁打架，你就教训谁，好不好？好。你是谁？我是谢。你是老大。西瓜，你花花，多尊待他啊！他这是很好吃，阿姨包的。有。他们会慢慢的相处好的，知道吗，光大喜？这个猫还怪厉害，感觉洗澡要洗好久给他们。下雨的时候全部放到外头就好了。更脏。我要走了。啊，好。今天修个狗窝吧，那个帐篷烂了那么久了，好吗？谢谢我的宝贝老公哦，辛苦了，那我就出门了。霍泽喜，我把那个帐篷修好了的话，你不要钻进去了好不好？就是被你压坏的，就是被你压坏的。你真的是属狗也把自己当狗了。好了，拜拜，拜拜。我还没搬走进去的时候，那已经都有个洞口，真的。来，我们看一下那个帐篷是怎么回事，你就知道了。好。你看一下你的脚是不是一样的大小？我是不是两个洞？是不是它踩破的？你把你的脚放过来。这么巧啊，前脚掌后脚掌刚刚好。他把自己当狗狗一样的这天去睡觉呀。我们把这个修好给西瓜住好不好？西瓜先来。你们两个。我怀疑是，哇好重啊，哇，我怀疑是他们弄坏的。我们到时候如果还有时间再给西瓜做一个帐篷好不好？好。欢喜你快点吃。西瓜过来，西瓜来，西瓜，西瓜，西瓜过来。欢喜，你为什么两个饺子今天吃不完呀？这样子好不好？我们把西瓜把饭吃完，你要是没吃完的话，你就不能，当老大，也不能当他姐姐了，也不能照顾他。那我来吃一个，我这个吃完还要做那个事情，好吧？好的，那西瓜开始吧，比赛，西瓜。西瓜已经吃了一半了，两个。西瓜加油，三颗了。啊，还是你快一些，果然是老大。很难的，很难的。他平常不这样，太恼火了，吃的。每个家愁的点不一样。对，对，我们家真的。三喜，我们帮西瓜做他的狗窝好不好？西瓜好可怜，他没有地方睡觉啊，好不好？那你要去帮我做吗？怎么样？来吧，走吧。西瓜，爸爸帮啥忙？我们量一下西瓜大概有多大。花三喜，我教你好不好？你用绳子放在他的头，
然后那边放在他屁股上面。哎，你在屁股的位置画一个标记。好了，你把线绷直了，用尺子和它放在旁边，然后在尺子这里再画一个。这是需要耐心的，耐心比我好。好的，让三喜帮忙一起做狗窝，可以培养三喜的动手的能力，让他可以有责任心，可以和西瓜快速的熟悉起来。然后我自己蛮喜欢，就是三喜陪在我身边和我一起做事的感觉。三喜，我需要你的帮助。救命！帮我画线，画到头，用力用力，得画到尺子上面啊！开始拔萝卜。劲还挺大的呀，现在。这种亲密的记忆很幸福的。你帮我参考一下，这条好看还是另外细的好看？其他的看起来有点贵，爸爸不敢用。你的这个好看。拿到我的皮的。好的，就它吧，听你的。好了，爸爸去踩缝纫机了，你可以在这里画画。就是他是小朋友，我好我好，我就是轻轻的知道我。嗯，没有什么，我也爱你。你是上我的的。爸爸脸是肉色。嗯。没跟两个说话。你没和我说话，但是我就要和你说话。因为爸爸做事的时候很无聊，找你聊聊天好不好？我们交换一下秘密吧，你有没有秘密？没有告诉我的。比如说，你怕不怕妈妈？嗯，怕。为什么怕妈妈呀？我不知道。你怕妈妈，为什么晚上你要让妈妈陪着你？你怕妈妈什么时候？你生气眼睛亮的时候。黄天熙，你来给我洗衣服。那我叫妈妈眼睛不要这么亮了，好不好？我给妈妈戴一副眼镜，然后把她眼睛遮起来。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怕妈妈生气。妈妈如果生气的时候，是不是就不让你吃糖，不让你玩游戏，不让你看 iPad？ 对啊。那你觉得妈妈这么做是对的还是错的？对的，对的。为什么呀？因为本来就在污骂我。嗯。哎呀，小女孩好乖哦。因为本来就在污骂我。啊？没什么。为什么你觉得是对的呢？没什么，我画的还可以啊，画的是可电视机没看爸爸看爸爸爸。哇，画的好花呀。嗯，画的很好啊，色彩搭配很好看啊。真的吗？哎，你为啥画了不画胡子了？你为啥整个胡子了？爸爸，我给西瓜倒水啊。好。哦，他会照顾别人，嗯，因为他有家里有很多宠物需要照顾哈。嗯。在想用什么样的碗？可不行，这么给力不行。西瓜。对，哇，你好 TT 哦，你好聪明哦。哎呀，这个名字太讲究了，救命啊。西瓜会多喝水，但是它要少吃肥，对不对？对。因为西瓜很胖哦，它如果再吃肥的话变大胖子了。你希望它变成大胖子吗？我想。爸爸马上就好，只有几分钟了，就打完了。我把你的画给裁一块下来，可以吗？可以。那算了，我不裁你了。太专业了。哇，样样行。
好苦，这是有点崇拜的。对，我们看着都觉得手好巧。是个缝纫机踩得起飞了的。哇哇，我回来你大好玩干什么？好了，现在是最后一个步骤了，我们去把泡沫填充进去就好了。这里好像有点不够，不过我们可以先用。跟棉花吗？差不多。啊，已经出来了。我看一下。哇，好像是抓一把。哦，好漂亮呀！哇，好大水呀，这个东西！哇，好大水呀，这个东西！哦，这个很难打扫，这个确实很难打扫，这样打扫好麻烦啊！哇，这个扫起来好辛苦啊！没关系，我需要你的帮助，帮我拿好，好不好？你帮我撑开它，就只拿一把好不好？过来过来，爸爸在让你帮忙好不好？那自己来好了。哦，好心酸。哎呀！哇，谢谢谢谢。你别往外面了好不好？我们把西瓜的窝做完就。本来想制止的，然后发现他笑得真的很高兴，然后就和他一起玩了起来，甚至，你过来闻一下。好吧，他爸也是制造的一份子。哎呀，我进鼻子了。爸爸。嗯。你闻呀？我不闻。我闻呀。我不打，我不闻。啥子嘛？他要整他，反正一次。你闻坏的。我不闻。加上闻。啊。嗯，爸爸不。爸爸不。太好玩了，爸爸太好刷了。你给爸爸刷，好刷吧？太好刷了。好了，我们做好了，我们上去叫西瓜试一下。Okay. 带西瓜先上楼，待会儿再下来再打扫了。走吧。爸爸不想走的，你。这个是给西瓜做的。我磨一下，看看。来吧。磨一下。走，西瓜，我们先上去。你抬起，你把我抬起来。抬起来，要我命！把身上拍一下。还有，还有。女儿就是贴心。嗯，我其实很少看到她这个样子。怎么样？多好多温馨啊！就是西瓜的窝哈，我跟你说，我们说好了给西瓜煮的窝哈，你不要天天霸占了哈。这个窝得卖个大几百块钱吧，看出来了是吧？对，而且很快啊，画图材砸这么快就成了。啊，好累啊，还三千。我来帮你，嘿，好的，我帮你，我整理一下就好了。西瓜快来，下一窝窝。是给西瓜煮的娃娃，是给西瓜的娃娃。他们好像也想要的样子，我们以后抽空再给他们煮一个，好不好？好。每次给他煮一个就行了。我们给他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好不好？去阳台。阳台吗？走吧，你带我去。哪儿？就放这里，这里可以晒太阳。叫西瓜来试一下。很自然就上去了。他很满意的样子，我给他打10分，你是帮忙小能手是不是？这动手能力，这一段真是太加分了，对吧？但小朋友也蛮厉害的，我觉得我带 Lucky 的时候，他很容易就转移注意力，就带个一个小时以后就还在搞这个，然后他别的就会。但爸爸也很会用不同的东西去吸引他，一下这个一下那个的。
就他注意力还挺专心的，他也配合度也高。我记得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时间段，我现在看我有很大的一个罪恶感。罪恶感就是我一直想要平衡，从很严格有规矩的一个家长到哎，孩子应该要有开心和自由，有一个很快乐的童年。我觉得我现在有一点颠倒，有点过度多到这个严肃的一方。从小朋友的角度来说，多么成就感，我玩了很开心的一天，跟爸爸做了一些事情，我参与了。以后这个狗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是我和我爸一起做的一个东西。家里的很多小小的东西全部累积，包括给送妈妈的这个奖品，我觉得这个对于小朋友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也是我看得蛮感动，也是有点反思的一个东西。对，刚才那段画面里头，就是爸爸跟女儿玩得这么的开心，那你们一起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欢乐的气氛吗？基本上是，然后我们会挂在比如挂窗帘或者是坐沙发，我们坐好了过后，我们会一起舒服地窝在沙发里吃点东西，点个外卖，看个电影，我们就觉得好浪漫。你们可以拍偶像剧了。然后我们家就是刚开始其实有很多茶几啊凳子啊，都是一点一点爸爸做起来的，就是他什么东西都会修修补补，然后他不会想着要去买，他会想着是要我们自己去亲手去做。我这里其实有一个板子，这个板子就是他们俩一起做的这些东西，我们来看看省了多少钱。有小帐篷啊，有落地灯啊，婴儿服啊，然后吊顶是你们自己吊的吗？木地板你们家自己铺的？就是你看我们家的木地板是有拼接的那个部分，对对对对对，很多都是爸爸自己锯的去拼的。哇哦，还有一个水电开槽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对，当时想把那个房子就装好之后再打掉，然后那个水电师傅就很不高兴，要加我们很多钱，所以就自己干了。对，总共能够为家里省下219042。哇，我觉得省的真不止这一点。对，真的挺棒的。但是你们家的卫生你会不会还是有一点点意见？肯定有的，人无完人嘛，希望他做到很完美。妈妈太挑剔了。那到底这个妈妈一直不满意的家务活爸爸能不能做好？我们接着看。辛苦了小帮手，你玩一会儿 iPad 吧。来吧小帮手，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我下去打扫完你就马上关掉好不好？好，拜拜。拜拜爸爸。哇，台南大嫂了，这个真的很老板，浪漫一时爽啊。这个好难的，这个超级难收拾啊。那个颗粒其实挺难打扫的，一扫它就会到处飞，反而它会扩散的越来越多地上。我想办法。哇，要吸尘器。完了。哦，聪明。不会吧，只能这样。马上做一个手工达人，这太狠了。口又不够大，完蛋了，直接堵住了。你现在又没有样子反省自己了吧？啊，看到这一段，你说刚刚那个算了算了，还是避免一下。那没有，那没有。
鹿是死的，人是活的，其实搞卫生就多下点办法应该可以搞定的，解决的方法肯定是比困难要多的。人生也是一样的，可以不停地解决人生中遇到的困难就好了。嗯，哇，哇，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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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可以的，满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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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厉害。又在搞什么呀？哇，又干嘛？哇哇，我老公好帅啊。什么？爸爸。嗯。不可以啊，那个是啥子？这个又是啥子啊，爸爸？这个你觉得像啥子吗？不晓得。你觉得妈妈特别喜欢？喜欢。哦，挂抹布的。妈妈不是说爸爸老是毛巾乱摔的吗？是不是？以后这个是厨房的毛巾，这个是抹布，就是抹灰的抹布，这个是爸爸做咖啡时候用的，压得不？搞了一个艺术品出来，挂抹布是吗？厉害！云青，你说妈妈回来会不会很高兴啊？对。嗯。好厉害！这也太占地了吧，这个。妈妈更生气了。不哭。妈，没事，不回来了。呱呱，回来。你等我再给爸爸做点东西。这么意思吗？你给妈妈，你等妈妈去看。我看了，这啥子呢？这是什么呀？你先研究下，你觉得它是啥子？抹布挂。哎呀，挂抹布的。你抹布已经挂好了。真的还可以，还有点好看的嘛，像一个装饰品。哇，爸爸上面还写了名字的吗？啊，写了地方、用处。你不说我很分颜色，但是我老是要记混。哦，他就把名字标上去了，好贴心呀、妈妈老是嫌弃我把抹布乱扔，然后我觉得是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这件事情，同时也是代表我做全职爸爸的一个决心，以后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解决更多更多的问题，做更好的全职爸爸。哎呦，真好哎，还可以的吗？还可以吧。你多久做的呀？今天做的？很快，超级快。哟。看到那个抹布架子，我还是感觉到了我老公的用心，我就感觉到爸爸其实对我说的事情上面还是非常用心的一个人。反正今天看着很感动，那个抹布架子也很实用。你这两天还是有点什么？这是正常的发挥了我的实力啊！哦，好恶心哦，兔子。那你抹了灰过后会放在这里吗？我会尽量放在这里。那以后家务上就拜托你了。拿捏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哦，太厉害了，还是很感动的，很浪漫。他提了一句，然后他马上就是解决了这个抹布的事情，这是很感人的。嗯，对。闷闷又在骂脏话了。闷闷怎么会骂脏话？他老是叽里呱啦的，嘴里不干净。我觉得这东西就是面积说的，把我们全部归在一起，谁也要不是谁。我觉得西瓜是不会主动欺负他们的。哎，我觉得也是。哎，我们还是让西瓜先吃，他是新的成员。西瓜，西瓜。这样会不会被欺负得更惨？
我来陪西瓜吃，你们谁动手就谁挨打。这是西瓜的。哎，犊子，西瓜你多吃一点点，趁他们不注意。趁他们不注意。我这呱呱真的有点不健康哈。哦，胖的不健康是不是？我们刚认识西瓜的时候很小气、啊。那年还是小狗哈，就感觉比现在一半。西瓜发福了，嗯，长了50斤。哦，蛮搓搓的个。胖胖的柯基，每天带西瓜跑20圈。那不是很快就跑完了？绕新都。练谁呢？这是。嘻嘻嘻啊！哈哈哈，你去哪儿？我真的没眼看了，疼白了，伤白了。你跑到房间头里干啥子？我在你们被窝里放了个屁，放了个屁。哎，那是我的房间，躲在被窝里放屁是吗？这是能文能武啊！裙子落后，这个坏的哈。关然喜，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怕黑是为什么怕黑啊？很多小朋友怕黑吧。你为什么怕？为什么害怕？你是想到什么了害怕？怕的东西是人还是是什么东西啊？是人吗？男人还是女人？女人。是岁数大的女人还是岁数比较年轻的女人？岁数比较年轻的女人。这问题问的就问的有点可怕，问的很毛骨悚然的感觉。你怕的是白雪公主里面的那个老巫婆吗？不是，就是的。是谁？告诉妈妈。女巫。嗯，还就害怕。去个扫把的。嗯。哎。哦，就是戴了个女巫帽的是吗？那种女巫。有，她戴。像个扫把。然后指甲很长。穿的黑色衣服是不是？穿个斗篷是不是？有画面了，更怕了。具体了这事儿。那你怕黑是因为你觉得关了灯过后有女巫吗？那今天晚上我们关灯试一下好不好？不要，我都害怕。试一下好不好？现在进去试一下。哎，你睡觉了呗？啊，三喜怕黑是吧？不能自己一个人睡吗？还是说，就是都有怕的嘛。他就是很怕黑，不能够关灯睡觉。对，他以前是有个小夜灯在上面转，然后他慢慢的可能想要更亮一点，他就想要台灯，台灯还要放他指定的位置，他会盯着他看。然后他就是有点越来越那个，可能到最后就要开大灯睡觉了。就你现在觉得他有点越来越严重的。小孩不都怕黑吗？我小时候比如说看完什么稍微恐怖一点的电影啊什么，然后我晚上去厕所的速度可快了。其实不同的年纪你怕的东西不一样。对，我以前小时候我就比如说我上那楼梯没有人我就会觉得很怕，然后我妈就说没有人你怕什么，有人你才怕啊。然后你现在想起来，对啊，没有人我为什么会害怕？对啊。彩儿，你们家孩子有怕黑的问题吗？我觉得小孩子都会怕黑，因为他看不见嘛。
对，但是因为 Jasper 现在年纪大了，他会看节目，所以我不能在这边讲他以前小时候的坏话。因为我女儿也怕黑，她会有一个幻想，因为她你觉得你没看到什么，但是你一点点你就觉得你马上就看到一个人的一个形状，然后你就觉得我看见了。我的方式是我有一种智能的灯，或者是这个灯是可以按时间，我就定一个小时，然后就开，它就会自己关了。如果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人会天然的产生恐惧。对，所以你看现在酒店是不是都有夜灯？对，对吧？成人都需要夜灯，小孩子当然需要。对，而且给大家一个数据，你们就平衡了。就是世界卫生组织这样一个调研，就是4到12岁的孩子怕黑的比率是73.3%。对，然后青春期之后就减到48.8%，所以一定要允许人怕黑，这是生理的本能。嗯。就是怕黑的时候是可以有慰藉物的，包括陪伴物，而且你不用担心，其实猫咪啊，它是有那个呼噜声，第一是这个是有科学调研的，它是可以，一个是安全感，而且猫咪它的那个毛发其实是可以让孩子对抗敏的，它起到一定的作用，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你真的可以把猫咪放进去，那可以试一试放猫进去了。但是我刚刚觉得邝胜还有一个点特别让我感动，这个其实也是我们说的，就是你一定要肯定他害怕的那个点，面对，你不要说，你不要乱想，你胡想什么，你一定要让他面对，而且你跟他敢于去，今天晚上我带你去看看，要带他去印证，你说有什么，我没带你去看啊，所以慢慢他就觉得说，哎，好像也没有什么，所以我觉得邝胜还是挺厉害的，不简单。那么接下来看看在海南开启游学之旅的葛佩豪一家。天哪，睡摇满了！哎呦，整半张脸都是，从来没有看到小米这样过。对，哎呦，看着都痒。蚊子被咬吧？它被蚊子咬，不是蚊子被咬。哦，痒不痒？这边痒。这太可怜了。爸爸，嗯，爸爸，你过来，你看看姐姐脸，可不可怜？他们有蚊子。哪里啊？蛋蛋后面，蛋蛋，蛋蛋，蛋蛋。变死了！抓住！不得不说，你打蚊子技术真的是可以。哇！帮你打蚊子技术是真好。给，这段真的可以。对啊，很厉害。那你做作业呢？谁要做作业？你。全部做完。小米现在是上幼儿园嘛，他还是有一定的幼儿园的课程啊，吸收外面的一些知识，然后在课本上的知识也能不落下。我要做最难的。还要做最难的。叫海龟章。好的，海龟爸爸。观察下面的图形，把相同颜色的图形圈出来吧。对了，艾米好厉害。发挥想象力，给手的指甲涂上好看的颜色。好的，下一题吧。哦，对的。没有，你要写，是不是？你题目都不知道，你就知道怎么做了。好了，我不做这些都叫答案呢。厉害呢。我要玩作业，玩作业。小马，哎，这是什么？猫。妈妈掉的是什么？我要。我也想捏。你是我的互联网手替。妈妈掉的是什么？骨头。骨头不是小狗吗？妈妈掉大了鱼。妈妈钓大了鱼，你怎么没做都知道这里是什么答案呀？真的是鱼，因为猫想吃鱼，因为狗想吃葡萄，因为兔子想吃胡萝卜呀。好聪明哇，聪明啊！姐姐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可以的。小宝，小宝，
看下面的，圈出来，圈出来，左边的小房子。我要发压到，我要发压到。小宝不做了怎么办？说明妈妈的课堂不够生动。爸爸课堂生动。对。那这样吧，爸爸教完姐姐之后再教小宝吧，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生动的课堂多一点吧。我还没有这么带过我儿子做这些东西呢。会被气死。真的吗？交作业是真的直接晕倒，晕倒。血压上来了是吧？就最好不要交。待会儿我们一起去植物园吧。植物园我要去，不要见我。正好这身挺户外的感觉，一看露营高手。走吧，我们先走吧。哦，哇，这么大一个在他手里头，是吧？不是，爸爸，你给我做点题，到我来猜猜，水果的。红色的。红色的。嗯。甜的。首先要找到红色的水果是什么？西瓜。草莓吗？啊，荔枝也行。范围广一点。提子。李子。樱桃。不是。这个有点难了。怎么看上去我这么笨呢？宝宝昏昏欲睡。哎，他是真的太可爱。爸爸，告诉我第三个提示。你要明显点点的还是不明显点的？明显一点。明显一点。阿宝宝喜欢的。啊，这明显吧？阿宝宝水果都喜欢的。睡着了。阿宝宝，你想吃什么？阿宝宝在梦里吃呢。好乖，有这么难吗？哎呀哟，这就是我们一的答案嘛。哎呀，这个水果上面有绿色的，还有黑色的。一旦坏了，一旦坏了，红色带点绿色带点黑色是什么？苹果的掉，没有了，山楂，草莓，这么明显的东西，草莓我居然没猜着，妈咪是草莓，爸爸带下去草莓。如果葛佩豪现在现场，我得给他击个掌，他一说红色甜的，我已经把草莓说出来了。我你给的很明显了，真的，我就要说出来了。我出题了，出个难的。好的。是植物。这么厉害的，出植物了已经。植物我是真不懂了。小米现在真的啊、哦。我这题是给爸爸出的。哦，好，还是给我出的。还给我出。指定的。那完蛋了。有了，长在地上的，长在地上的。啊？友谊的题。只有一个提示，长在地上的植物啊，然后上面细细的，上面细细的椰子树啊，番薯吗？地瓜？不是，不是，很简单的啦，很简单的啦，很简单的啦，我眼泪要笑出来。绿色，它短短的，啊，短的，笋？不对，四个提示了，很简单的了。那你说了，它出给你的呀。我还是告诉你吧。啊，什么？草。有道理，这难。草。没毛病，厉害。说的我哑口无言。
对不起对不起，才疏学浅。太厉害太厉害了，出题高手。这能猜到简直太难了，就要站在孩子的角度去想这个才能猜得出来。他知道几个植物，草和花。这个年纪的小朋友是最好玩的，他们的眼睛里看的世界太有意思了、啊、真的。到了，小米怎么办？我抱他。好，走吧走吧。妈妈的姐姐是吗？这是植物园。植物园我要去。之所以带他们来到植物园，是想让他们多亲近亲近大自然，体验大自然那种生活。兴隆濑植物园，国家 C 级旅游景区，占地面积640多亩地，有3000多个植物种类，一般都是一些热带的珍稀植物啊等等。妈妈，植物园，哇，这里有花。花，这个幼儿园可能学不到这些东西哦。红色这一片呢，叫做水獭花。刚开花的时候啊，它底下会凹起来，它的花语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家庭，叫做幸福在身边。很棒。这个是什么？榴莲。我想吃榴莲。这个叫鸟巢蕨，它的种子可能会有几十到上百颗。这个叫旅人蕉。那个是地不容，像摸的树一样的啊。这样很好哦，这样学习了好多植物哦。嗯，那这些就是椰子树了。嗯，好香啊。想吃啊，想吃个椰子，好可爱，想带我吃这个。可以放小宝口袋里。先。阿宝不要，阿宝不想带有道具。走，我们接着往前看。把脚挖手，把挖挖。慢点。哇，有点羡慕。真的好羡慕啊。那我们园区呢还有很多的活动，做标本哦，还有可以调配香水。小宝小宝，我想做标本。走，看看怎么样把一些植物的叶子做成我们喜欢的标本。哇哇，植物的香水好可爱。那什么呢？阿宝宝坐这里好不好？那什么啊？做标本。妈妈，你想不想做标本？我想做植物香水。你做个标本，我做个香水，好吗？一人一样。粉红魅惑适合我，不，是老公。然后我们可以想一下，你做的那个需要什么样的？也是够了我。妈妈要我一下。这是我的。阿宝宝的。阿宝宝的呢？比如说啊。妈妈，阿宝宝的呢？阿宝宝做那个。爸爸丢笔，我要很难的。哦，你要很难的，那我给你拿过来。阿宝宝没有他玩的，有点无聊。如果你想的那个特别的复杂，陪自己玩挺好的。他很乖，坐在那边也不跑。好哎。阿宝宝要做什么？阿宝宝要做什么？我要剪。我要剪刀。你要剪刀。运动的。下面对他的是。是剪刀，剪刀。老。怎么样？做个。怎么呢？我要一。这个好不好？好呀。这里剪掉，这里。哎。太可爱了，阿宝宝给他狮子做个窝。他多好啊，注意力多集中，一点都不让人费心。嗯。我想做香水。好的。这是这样做稍微有点挤，我有点动不了了。什么意思？刚小米说做这时候你也没说啥呀。因为你
宽我怎么了呢？你才宽呢。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你全家最宽。凑着来。那爸爸给妈妈拍。看这里写。妈妈，你拿着酒精拍张照，一次没你的。那我蹭一蹭。哎呦，真好哎！你这张照片怎么这么小鸟依人？那本来就是，哎，这是真实的我。显得我好魁梧，你真的是。不是一直想做一个手账本吗？我们就从这次海南开始，好不好？好的。你先找出来，我们今天拍的跟昨天拍的，你先分一下类，好不好？植物园。好，那就放在这里。嗯，昨天的。昨天的。昨天的，在新家。哎，画的不错。这是什么？有点那种小动漫感觉。你先把这几个贴起来。我们用双面胶吧，这个用双面胶。你按时间线呀，看我们去昨那天去看了什么。这是第一天的吗？不是。爸，你这画的是什么？英语。欧了欧了。这个爸爸真的是很细腻，嗯，真的是全心投入在陪伴，所以他是天花板了，不是随便起的。爸爸一下，妈妈去拿宝宝去的，阿宝宝去了大树，这样的，啊，椰子树，阿宝宝带了个椰子树。阿宝宝，你今天有学到哎？阿宝宝学到了，阿宝宝带椰子树。他自己呀、啊，嗯，他自己在旁边搭的。哇，真好！今天在植物园的时候嘛，那阿宝他其实也有在听老师在讲，他也在学习，他也在吸收。现在吃什么？榴莲，榴莲啊，水果呀。阿宝宝，你喜欢吃榴莲？我想吃榴莲。那个是地不容。椰子树搭起来了，他有学到，我觉得挺好的。哇，开不开心？出来玩。开心的呀！哎呦，这有点臭屁。开心的呀！哎呦，最后这一幕，这是我没有见过的葛佩豪的样子，是吧？而且上一届也从来看不见他那种就是得意的那种，他都是属于害羞型的。其实刚刚看那一个部分的时候，我有一个地方我心有戚戚，就是带孩子做作业。小米姐姐很奇怪的一个人，嗯，她是主动追着要写的。就我从来也没有要求说你五岁多了你必须要认识多少个字必须要会写，没有，他的名字啊这些东西都是他自己去学的。那其实属于一种怎么说呢，就是激发他的好奇心吗？对，培养他的那些自己的这个好学上进心。听起来好轻松的感觉。老公当时就很想家属好好学钢琴，就说你给他买钢琴，给他买钢琴。我说我不买，然后说你为什么不给他买？不想他那么快拥有，他没有经过任何的努力。是，我就等 Jasper 自己很想学了以后跟我讲，妈咪我好想学钢琴。我说不行，学钢琴很贵。就是跟他演了一段日子的戏，然后给他租了一台钢琴，所以他到现在弹钢琴就是比较会努力跟珍惜这样子。而且我很怕磨灭他的那个兴趣，我不能逼着他就考级去学钢琴。比如说我听过朗朗的故事，关于学钢琴的，他就是之前就是逼得很狠，但他因为逼得很狠，他的那个基本功就很扎实。虽然中间因为逼得太狠了，中间一度他停了嘛，放弃，然后等他再想回来的时候，他也能够捡得回来，因为太扎实了。但是一千个小孩子里面才一个会这样。那倒是。而且有很多你知道逼到就是考完八级钢琴他这辈子都不碰钢琴了。主要是我比如说我想让小米学钢琴并没有想让他成为朗朗。对，周杰伦而已，周杰伦而已。对。兴趣而已。我非常认同刚刚的故事，也是用一样的招，我们也是钢琴是租的。他小时候比较好忽悠，但现在呢一定要你自己主动，如果你真的不想弹我们就全部取消。反而他是现在是说我想学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斗智斗勇的过程，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方法叫人际期待效应。他每天回去写作业故意跟他讲，哎，你之前是用40分钟，我不知道你30分钟能不能写完。所以我们就说人是被期待了之后有的时候就会自己给自己目标发展得更好。
第二招我们叫彩虹屁，就是你一定要疯狂的夸奖他，就是要在黑色里面找到五彩斑斓。你这个字怎么写得这么漂亮？明明写得很不好看。我就是这样子，睁眼说瞎话。对。第三大点就是允许他有中场休息时间。现在就是很多家长说他中间一会儿喝水，一会儿上厕所。对。我觉得这个是他给自己的一种保护，稍稍松一点也是好事儿。嗯嗯，刚才张老师说一会儿上厕所，一会儿喝水的，就是你，就是我本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是真的认真在写，但是就是真的没有写完，静不下来。后来我妈妈给我的一个终极评价就是不谈学习，我儿子是一个特别听话的孩子。那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呢？来，我们接下来看看吧。小宝耳朵被咬了，整个肿了，看到没？又被咬了。看到了，安宝宝。注意看，这个男人叫阿豪，他的儿子刚被蚊子叮了，他接下来会怎么做呢？安宝宝，你现在是猪耳朵了。嗯，好可怜啊。妈妈。我真可怜，我真可怜。你可怜，确实，都可怜。我是全家咬的最多的。没有比我还要咬的多。那你这次还有什么事情想做的吗？海南，以前一直想去。想体验什么？跳伞。啊，这么刺激的东西啊。哇，想去体验一次。其实一直都有这种想法，但是一直也没有这种勇气啊，也没有这样的机会。这次来都来了，怎么样都得去把这件事情给完成，刚好给小米小宝他们做一个好的榜样，要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去勇敢去面对事情。哇，葛佩豪已经放飞到这个地步了。胆子好大，他很危险的呢。因为爸爸这个人其实他平时不是太有什么自己个人的需求，重心都放在家庭上了嘛，难得这次出来他说他想要跳伞。对，所以我觉得虽然担心但还是支持。那去吧。你不会明天偷偷穿小宝尿裤穿上吧？那不会，穿不下的。我跟你说，你要是明天尿裤子了，我跟你说，请给我再准备一条裤子。我跳伞真的很美好。是吗？我没跳过。我建议可以体验一下，真的完全不一样的视角。不敢，期待。去看爸爸跳伞。反正你要跳伞。你要享受哦。爸爸，你不会享受的都要睡着了吧？那我没这么厉害，能睡着，顶多晕过去吗？要让爸爸要、哦、要爸爸跳。爸爸跳。Hello， 这边。Hello，Hello。嗨。小朋友们好，大朋友们好，我是这里的教练。下面跟我来这边，我带你们介绍一下我们跳伞。哇哦。刺激。啦！我不跳，我小朋友不跳。小朋友多大才能跳？多大？大概是5岁就可以了。好、哦，真的假的？我就是5岁。这个身高是满足的。体重呢？体重20公斤。小朋友是跳多少米的？我们统一高度都是4600米。4600米。5岁跳4600米，哇！飞机都飞5000米的，没关系的。太可怕了！我好想让 Lucky 也去参加。啊？他肯定喜欢。真的呀？会，喜欢刺激的小朋友会。哦，天啊！你看，就这样子，就这样跳的。爸爸，等会要这样跳。我们一直从自由落体，大概是40-50秒的时间，一直遨游在我们美丽的博鳌镇上空。感觉还是蛮爽的，是吧？哇！
那来吧，我现在给您穿装备。好好好。现在不用上厕所吗？应该。等一下，我去一下，好吧。万一，我先等我一下，好吧？稍微等我一下下。还是上了个厕所是吧？爸爸，紧张了吧？你看他跳下来的时候比爱心，哎，你跳下来的时候给你个任务，你跳下来的时候在空中喊仙娜我爱你，然后比个心。他们听得拍有拍得到的吗？我能看嘴型。所有都拍得到。好，有声音吗？伞打开之后才会有声音。哦，我在刚跳下来的时候，哎，哦，缓缓，我会想起来，我尽量想起来。好了，终于可以看到了。我要玩月的，我要。你要玩？你不能玩，姐姐能玩，姐姐能玩。你看那个小朋友呢？小朋友，你看没？可能是一样大。你想跳也可以跳。我真的很想飞。你确定的？你要不真的要跳？我确定。哇哇，小米，真的假的？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想要飞，好勇敢啊！来称一下体重吧，我就怕会不会不够啊？刚刚好啊！哦，刚刚好，真的刚刚好。哦。刚好，算你走运。走吧。妈妈，妈妈为你自豪。妈妈，妈咪，我可以。开心彩。妈咪，你很棒，妈咪。看得出来他想要去尝试的那种欲望吗？所以他很勇敢。可以哦，小米。啊，宝宝，你不行，你不够高，你也不够重。是阿宝也想跳吗？啊，阿宝身高不够，他想跳。姐姐爸爸想要宝跟妈妈跳下去，好吗？好吧，好。好。家里小的那个永远都是比较惨，什么都做不了。是的。要不要写上一些加油的话？好的。哦，爱心是不是？哦，阿咪的爱心。妈妈换的是什么？也是个爱心。还要写一个。还要写一个。你这个涂颜色。好了，行了，可以了。画的加油，阿咪咪。加油，阿咪咪。阿咪勇敢哦。阿咪咪一定会勇敢的。阿咪，走吧，妈妈去终点等你，阿咪。好的。爸爸，我姐姐加油。哦。加油。加油。哎呦！阿咪，不要紧张哦。好紧张。不要紧张，有爸爸，好吧，我们一定可以的，是不是？阿咪是英雄。这么开心的吗？等我飞到上面会有信号。这里一共有三个灯，从左到右是红灯、黄灯和绿灯。亮红灯就是三分钟，黄灯就是一分钟，我们就要买完打开。然后亮绿灯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刚好是跳的时候。跳。好了，准备走了。飞机启动喽，有点吵哦。飞到喽，加油！你一直盯着这个看的，阿咪，我们还没起飞呢，你先不用看的。小米在紧张。哦，他就一直盯着，
我跟他说话，他看我眼睛就盯着，他不看别的，他就想看着什么时候跳。然后看他嘴唇其实有点泛白，他肯定很紧张，感觉得出来。想办法跟他聊天，缓解他一定的紧张的心理吧，也同时缓解我自己紧张的心理，毕竟都是第一次。不要害怕，阿咪不怕，爸爸给你力量。我觉得爸爸可能比他还紧张，好像是。爸爸已经顾不上自己了，一直紧张他。阿咪起飞了，飞上去了。阿咪看外面，看外面。小婉，你先跳，爸爸在你后面，好不好？怕你一个人在上面不敢跳了，我给你加油。阿咪加油，跟爸爸吃个枣。耶，阿咪加油，你可以的。他算真的很勇敢哦。阿咪真的挺勇敢的，跟他一起跳的那个人不是自己亲人哦。对，对吧？但我真的不会让我儿子跳的。为什么？我会吓死。生完小孩子胆子变很小。对，我也是生完孩子胆子很小，当妈的都这样。对，上班好慢呀。底下的人根本体会不到上面有多紧张。嗯，姐姐跟爸爸在天空中。阿宝宝，你觉得姐姐会不会害怕？害怕的。会怕的？对。姐姐会怕的？在哭。会哭啊？对。爸爸呢？爸爸娃娃。哈哈，飞了吗？拍照，拍照，拍照，拍照！我的妈呀！哦，感觉怎么样？刺激，紧张。这是他紧张的表情。对，用笑来掩饰，其实很紧张。我会保持心情的。有人可能在飞机上就后悔了吧，说我不跳了。后悔了可以开回去不？你可以选择不跳，该下的人下，然后你就飞机上就再飞回去，但钱肯定是退不了了。对，肯定退不了。那还是跳吧。对对对。紧张吗？现在有一点。再有三分钟就亮了，有点紧张，看着都好紧张。有些人坐这个飞机都会有点晕，因为他是一屁股坐在地上的，没有椅子。哦，对，然后会比较颠簸。哇 ！Emily， 好漂亮啊！哇，好紧张。还有三分钟，还有三分钟，我开始紧张了，真的很担心，不知道他真的能不能去完成这个事情。万一紧张，万一害怕，万一到飞机口了，说我不想跳，我不想跳，怎么办？希望是我低估了我女儿，我希望她很勇敢地跳下来。阿咪，可以的。好。跟我的 ，Emily， 快过来！哇哇，我爆害怕！这个两个，不要怕，阿咪，英雄你，英雄你，加油！阿咪加油！可以跳，可以跳。阿咪 ，OK 了。
5岁的这么厉害。老板，激动啊！还好吗？看我们在天上飞，好怕。害怕吗？刚才？害怕。害怕呀？现在还害怕吗？不害怕了。不害怕了？现在这么勇敢呀？你看跳伞你都做了，没有什么能让你再害怕的东西了，知道吗？知道了。没几个5岁有这种经验，对，哇，太厉害了！虾米，妈妈，就很感动，觉得哇，我怎么会有这么棒的女儿？她怎么可以这么棒？我自己做妈妈的好像都没有她棒，她太棒了，超级骄傲。嗯，看到妈妈的时候开心吗？开心。我看到妈妈吐鼻子了。那你看到妈妈哭鼻子，你想跟她说什么？我想抱抱她，我想抱抱她。妈咪最勇敢了，对不对？走，哇，还是紧张。让我尝试了很多以前想去尝试但一直没有机会去尝试的东西，我又打卡了一项挑战。就跳下来了之后感觉特别的放松，特别的自在。在我过往的人生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值得纪念的一刻。感谢爸爸当家吧，给我有这么一个机会，创造了这么一个环境，让我去挑战了一下自己。哦，现在我说话他们听得见吗？他们听不见。那谁听得见？GoPro 应该能听到。这个 GoPro 是吧？好。天哪！天哪！还是要说了，给你表白了。天哪！天哪！我爱你，我爱你。哟，哦，看不见好像。他答应你的事情都做了哟，表现可以。
我爱你。听不见的，听不见的。司机，下次轮到你来了。嗨，爸爸来了，爸爸没人管了。没人管。爸爸心想，让阿咪抢了我的光彩。对，本来我一个人跳不挺好的吗？现在老婆只觉得女儿很勇敢。爸爸在里面。好，站起来。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阿宝，你在这里呀、啊？阿宝宝在玩沙子啊！哎、哦、呀，阿宝宝，看看爸爸，啊、爸爸，阿咪，爸爸，阿咪，啊，紧张，刺激，真的吗？嗯，你下次你也可以尝试一下。真的吗？真的，你可以尝试一下，真的很爽。阿咪很勇敢，很勇敢，很棒。阿咪有一直睁着眼睛吗？一直睁的，我还能他在聊天呢。你还能聊天呢？你这么棒的呀！我要去爸爸宝宝。爸爸宝宝，你阿宝宝在玩沙子呢。大姐姐。啊，抱姐姐。抱姐姐，他说要抱姐姐。爱宝宝。抱抱抱抱。啊，抱抱抱抱。啊，走吧。你玩下去吧。好的好的。当我落地的时候，觉得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哇，感觉心里特别特别的踏实，因为飘在空中的时候感觉自己好渺小，然后跟家里人团聚就感觉特别幸福。啊，坐会儿坐会儿。你有喊过吗？有喊，喊了很多很多东西。真的啊？喊了你，好吧，喊了你。还有呢？还有爸爸当家也喊了。哎呀，我看到了什么？挺感动的。刚才阿豪下来的时候说那番话，我觉得就是能理解这种极限运动的意义。有些时候你在空中害怕，其实会有一种失去感，然后不踏实感，你会更加珍惜你下面拥有的以及脚踏实地的那种感觉。当然就是真的让人感动的是5岁的小米，对不对？嗯，对，我觉得我可以炫耀一辈子。真的真的真的很了不起啊！我们给小米圆掌声。真的，我觉得这个点就是说他刚满5岁，然后刚满20公斤，对，是吧？就是正好配好又有这个机会，他想尝试，然后正好小米又有这个机会，变成了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第一波达标的小朋友，他就跳了这个伞，留下了这个美好的画面。我觉得这都是一个契机啊，是一个缘分。所以很多的家长，你可以不经意间的影响到孩子的一生。嗯，程炫看起来是爱玩这种。哦，我喜欢。对于我自己的人生，我没有要一定要逼我老婆或者我女儿也一样，但我是觉得我有一个机会生在这个地球上，我想要体验这个地球有的所有能体验的啊，就是我想去北极超级冷的地方，我也想看看火山，活的火山就在那个边，深海也想下去，天上也想飞，就我想看一看，我们来都来了这么美好的地球。对，好奇心。但我老婆是反对的，我老婆是生命在于静止，我就稍微慢慢，一切都是放松放松。像我以前带我们一家人去了一个游乐园，我老婆是绝对不会坐的，她那个过山车第一次坐的时候是有一点害怕，但坐完了以后她就是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她就开始说服我们周围的所有的姑娘，你们也跳，赶紧来都来了，真的不怕真的不怕，我都跳了。我原来胆子特别大，但是我是真的跟彩儿一样，我生了孩子以后胆子变得特别小。而且呢，我家孩子是这样子的，他怕的东西不多，但他偶尔有怕的时候，我都会跟他爸说，太好了，终于他以后会谨慎的。对，反正他怕我会觉得特别好，怕就对了。对，就
对于小孩子来讲，我们爸爸妈妈首先就是最了解孩子他的个性的发展、身体的状况。像小米今天这种状况，很多家长说，可是我真的不敢让孩子跳，我的孩子也真的不敢跳，难道他就没有勇气了吗？不是，孩子锻炼勇气的方式非常多。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魏晨说的，可能是契机。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也没有理由去拒绝，因为他合乎所有的标准，而且你有了解他的身体状况，所以很多事情是看情况。但是我认为胆大胆小不是用这个来衡量的。对，日后我们家长可能会遇到这种情况，遇到孩子比如说有怕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要给他贴标签胆小，不是哦，他自己最清楚他自己当下是否能承受。我觉得尊重孩子，嗯，但是我认为只要战胜了自我都是有勇气的表现，孩子都值得表扬。嗯，那四位爸爸的当家表现我们都已经看完了，今天的流动红旗花落谁家，那我们还是依次来，猪猪你先来。嗯，我就投给邝胜吧。啊，谢谢你。因为我觉得邝胜就是让我长见识了，确实很有智慧。谢谢。信泽，我给葛佩豪爸爸。谢谢。因为是这样子，我觉得小米太勇敢了，我看着他我手心都在出汗。谢谢谢谢。我要投给信泽他们家，因为他那个片段就是对我也是一种学习，就是那个泡沫，如果是我，我都会抓狂。炸了！爸爸当时他又是以另外一种态度，就是跟他玩乐，我觉得需要我们这种浮躁的家长学习一下。我这票，我觉得我作为妈妈的，我必须支持我女儿，我觉得我就是为她骄傲。好的，今天我要投给就是安娜他们家的。一个家庭小孩会健康会快乐，就是因为父母很恩爱。嗯，我这次会投给邝胜这一家。我觉得他是一个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会马上想起我怎么样的方式可以用更效率的把这个事情简化。另外一个很细腻，对于老婆的一个不满的事情是放在心里，然后通过行动来做出来了。好，我现在来总结一下，因为感觉魏晨这一票是个关键呢。啊，是吗？对吧？打平怎么说呢？打平就是定杠锤。就是喜闻乐见吗？对对对对。就是、那别打平了。是吗？对啊，你打平变成就是靠运气了。我们就爱看靠运气。我们上一季总冠军都是靠运气赢的。但是我其实是想要投给邝胜啊，因为有两点，我觉得一种是生活的方式和意识，很多事情愿意动手或者愿意去思考，是我觉得这个很棒，就是因为现在太方便了。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邝胜跟他女儿聊天的那个方式，就是他在忙的过程中，女儿也在忙的过程中，他在聊一个特别心里的话，就我觉得这个方法孩子才能在不经意间说出他的心里话，我觉得这个是很细腻的。听起来我的老公好变态啊。这是有方式，这个我觉得是很棒的。对，我们来恭喜邝胜爸爸，一共获得了四个爸爸仔，他将获得我们本周的流动红旗，恭喜恭喜。其实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老公得到了这么多人的认同。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是实至名归吧。这个转折，这个转折也太转折了吧。可以的可以的，就我们就这样嘛，我不知道有人欣赏，我们一直都这样啊。但是这样的话应该是实至名归吧。对，特别好，特别好。我简单说，那马洋今天呢，虽然有马里奥计时的问题，但是他其实有很多细节打动我，就是那种随机性教育，比如说在过桥的时候有缝隙，包括教他骑马那种力量感和信任感。其实大家都可以想到，母爱就是土壤，然后父爱是阳光，所以我觉得马洋有做到这个阳光该给孩子那种力量和成长。然后安娜家，我觉得除了小米让我觉得他的这种勇敢，那还有一点就是佩豪在高空当中那么恐惧的事情他都不要忘了说安娜我爱你，
那我觉得其实这个是他的一个特别大的转变。我回去私下表扬他，就我现在先表扬他哈，真的非常棒。旷胜呢，我一直说他不简单，宝宝和宠物是最治愈性的，所以我觉得旷胜他又创造了一种我们叫养宠式育儿。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其实很快让孩子很听他的话，因为有宠物做媒介，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借鉴，家里可以给孩子养个宠物。然后呢，肖杰一如既往，但是就他的这种耐心是我们看上去完全不可能的，就是他对允儿，其实哪怕包括对灵儿，其实他也是虽然是严厉，但其实他里面还是有深藏那种爱。今天我们所呈现的一个这样的故事，我觉得特别的温暖，所以爸爸当家，我们不仅坚持一下，我们还要这个温暖一下妈妈和孩子，还有我们都在为你们加油。那么接下来我们爸爸们又会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拜拜。今天我带小米出去，你带小宝出去玩吧。阿宝宝帮妈妈看住爸爸。怎么样，叔叔可以吗？你今天叫的这个兄弟伙怎么样哦？哇！啄木鸟了，太敢了，啄木鸟了。向前，远方。三喜，穿一个背心。快来谢，你有了样子好。真的。我是觉得你跳舞的时候为什么不看着评委呢？你不敢看我，我就会认为你不自信。跳舞和幼儿园，你更喜欢哪个？哎，爸爸还没回来。爸爸，小宝，你切下去吗？你快点。啊，拿树叶嘞。树叶我切下去了，没你没你发现了。爸爸。嗯。爸爸。那不是跟你爸说？爸爸。远吗？挺远的，一个多小时。说的不快。动感地带芒果卡盲盒月月开好礼，带你现场看综艺。动感地带芒果卡邀请您一起观看《爸爸当家二》，由长沙领衔主演，银纺、张婧仪、张艺兴等众多湘籍主创打造的电影《长沙夜生活》于4月28日全国上映。走进影院，感受长沙这座城市的温暖与活力。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爸爸当家话题页精彩互动，陪伴四组家庭成长。上微博搜索话题爸爸当家，获取节目嘉宾实时动态。特别鸣谢微博电视团、微博教育、新浪教育，感谢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网易谈心社。感谢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合作媒体科学家庭育儿，新闻客户端澎湃新闻 Zucker。 感谢特别合作妈妈网孕育、智行、讯飞输入法、探探、智联招聘、亲宝宝、 YY 直播、一代驾、育儿网、前程无忧。媒体支持：中国青年网、中国新闻网、国际在线、北青网、红网、凤凰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